阿花啦，你买来刮草、喔。哦，你家就要紧，谁要等啊？系啊系啊，我先来走哦、喔。三姐，三姐，我啊，三姐，慢着，三姐，慢着，三姐，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哦，走开，阿你搞啥呐？你今日在偷一个台三轮车，阿个三轮车是要创啥啦？我听到有黄鹂鸣声。三姐，大人啊！什么代志？大人啊！是什么代志啊？歹势啦，我要找你载人客啦。小弟啊！你是？你就是招弟阿弟在找的人，阿花兄。你是谁招弟啊？这个吴皇娘哪在你遐？阿招弟阿弟倒呀？招弟啊，已经死了。哎、欸，你莫在后边讲哦，招弟哪可能死啊？啊！你是谁啊？我是要相信你讲的话啊！我叫做露露，就伫阿里三年外前，可能袂来阮阿母。阮阿母十几个查某囝，拢是买来的，买来趁钱给伊的。阮有诶伫酒家，有诶伫舞厅，有诶去酒吧。就伫阿红买来以后。不管我阿母安怎甲苦，都安怎甲拍，伊就是不愿意上班。伊一届一届逃走，搁一届一届让我掠登来领地。最后，逼到跳爱河自杀了。是安那才讲，才活着就有希望，是安那会来行底路。我拢是予命运所逼，堕落烟花的人，我嘛拢不忍心看伊互苦冻，我拢甲苦劝，苦劝伊听阿母的话，才想命运安排就好啊。阿哥，伊伫讲伊心内有一个人。伊相信这个人一定一直在找伊，伊更加无想要对不起伊，伊就甲阮讲这吴皇娘的故事啊。伊讲伊甲你的缘分是自伊细汉就开始啊。有一年因兜无物件通过年，是你送米、送鱼、送肉去给伊，而且你搁常常替伊卖物件，卖鸡毛青啊，卖扫帚，而且搁找朋友的店给伊寄卖。伊对你真正足感谢的。伊讲恁中午分开一阵啊，我来到中风，伊带伊去坐牛去看莲花，搁做伙灌豆饼啊、掠菜鱼，而且搁送一只五行铃啊给伊，讲要做伙一世人。伊讲，这是一世人上幸福、上快乐的日子啊。我家的姊妹听了这故事，感觉真感动。所以就伫阿离开以后，我就讲好，只要我有出门，都一定爱载这吴皇娘啊。希望讲有一天能拄到你，亲手甲这献给你。阿花兄，你也想较开的啦。我相信就伫阿蛮愿意看到你为着伊才艰苦。就伫爱梦伫倒位，初去甲念药无？不
过姊妹啊，甲迄台伫咧拍电金遐火锅的公婆，啊，不过我已经过遐尼无去啊嘞，无啥会记个所在，啊，无安尼啦，等我若找到所在再甲你讲好不好？早早